直接走。又来强化了。要出发了吗？嗯，我看看是去哪儿，前方就是司命台了，你可要小心了。这个不用管呀，只要翻红就行了，翻红等会洗，无所谓。我操，甚至属性还不错。哇，太糊了，太糊了。真他妈是个孽障呀，我是你哥。哎，肥子，我看一下啊。攻击都加了300了，不加攻了。武器不用考虑了吧？选这个吧，选钱吧。不是玩了这雷你还能玩别的流派吗？别的流派还能玩得下去吗？啊，我有个问题。雷法3000雷动，终于来了！这身背心可是朝思暮想。啊！这个吧，攻击速度可能还是有点用。因为开了大之后 A 人也是要攻击速度的。
还有什么东西没拿？不是，这个雷把我撞得太厉害了，你们要早点提醒啊，你们提醒太慢了，这不你们的问题。怎么全是这个黄颜色的呀？雷神太强了啊！终于来了，雀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！加油啊，英雄，你可别让雀身感到无聊啊！什么呢？就和妾身一同享受这末日的欢愉吧！英雄，不要畏惧，击破彼岸之眼，削弱黑色太阳。我操！我看一下 BG。就是我开 R 的时候嘛，对吧？100%能够触发怒雷。我平砍和那个都能触发，我懂了。刚刚那是太阳，虽然大家都见怪不怪了，可我还是会好奇，
你为何从来不说话？今天咱顺了几个宝贝，你拿一个。素锦，请您。想要进行属性强化吗？这个肯定要买呀，因为我的迅雷闪是视作飞剑伤害的，对吧？我要歇一会儿了。攻速也要买啊。我要歇一会儿了。请今天咱顺了几个宝贝，擅长了。归来，开开刷。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空明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攻速药，反正攻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次灵魂才可以继续。攻速有爆发，我又不缺钱，无所谓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只要态度是吧？可以吗？好，没刷到合适的。重新开始，差一点就点错鸟，还好我注意了一下，容许我去鸟哥鸟，我操你妈！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雷息，感觉没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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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用。因为我是刷新流的呀，我一直都是真迅雷闪呀。没用没用，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只要态度。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。我看态度是什么效果？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我感觉我不一定非要刷那个态度，我刷属性好的。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，完美配合我的，可以吗？没有。今天咱顺了几个宝贝，你拿一个，散场啦，下次再来吧您。最近又要出发。年轻人，今儿个又打哪儿去啊？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蛮雷，永劫天雷是天赋吗？不是，应该是别，应该不是我这个职业的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
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昏迷，我能把人打昏迷吗？打不昏迷啊，没用，垃圾垃圾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最近又要出发了。年轻人，我要歇一会儿。今儿准备好了吗？又打哪儿去？穿过前方的万丈谷，便是天机府了。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我操，有没有一剑破天山的感觉？哇这个吧，左右互搏。我感觉一很好呀。三是打小怪呀，我小怪随便秒的。我有平 A 的，有平 A 的，真有平 A 的。三打不了 boss。有些时候要平 A 的，这个兄弟们一定是要平 A 的呀！你们看这个技能呀，这个技能真迅雷闪，就啊雷反啊了之后，100%触发怒雷，然后怒雷是平砍或者飞剑伤害，你哪怕闪得再快。你就是这个速度了，但如果你攻速起来，你想想那个怒雷的速度，让他砍。一定是要加的，一定是要加的。而且我就算是闪来闪去，在这里也能 A 到他。他又加我飞剑，又加我平砍，他是两个都加。
怎么选？瞬身时对移动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，这个高吗？这个伤害？开三必死，开三波道直接秒。我已经捡了300房了，不能再捡了，行。完了，我分解错什么东西了吗？目前看来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太子离奇。就勾吧，老头他妈的都已经救掉，只用存档里面只用救一次吧。三色白颜色的呀，没用白色的。又给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哦，太棒了！再给我更多、更多的灵魂。啊，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了，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
格罗神乃古老的深海神奇之一，传说中其形象为一手食身的巨大海兽，它会以各种形象出现在人间，有时是小儿，有时是男人，有时是少女，有时又是老媪或老翁。我觉得也是，就缺一个回复。这么复杂的机关，我还是头。虽然大家都见怪不怪了，可我还是会好奇，你为何从来不说话？您看看，您喜欢哪个？又来强化了吗？今天咱剩了几个宝贝，你拿一个，散场啦，下次再来吧您。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钱对吧？今天咱剩了几个宝贝，你怎么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。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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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哦，那个太祖是很难随造的东西是吧？你喜欢哪个？什么？谁告诉我 SL 的那个人是个孽障？为什么呢？最近为什么是孽障呢？好的，哇，这个是最关键的呀！告诉我 SL 这个人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
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哇，不是，这个随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呀，不一定非要随到呀，就他妈带着随就随的我好爽，可以吗？哇，我最喜欢氪金了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对啊，我就爱随机，你们不爱随机的，你们可以，要不休息一下，就不要吃弟弟了，可以吗？我跟你们说怎么选，您看看，你喜欢哪个？选三。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。选三，然后随一次。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。让他给的这把。公子稍作等待。选三，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啊。然后随一次。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。要给一把幽冥之魂，金币数量加96%的，用来打钱，然后把三个全满，是不是完美？终于要到皇城了。
好，这下彻底不用平 A 了，从现在开始彻底不用平 A 了，彻底不用了，你们懂吗？秒一切，秒世界所有。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吗？机关，机关放几呢？机关换二吗？赌个命，垃圾不要。不喜欢吗？路上可要小心大法好啊！要不一，撞别人的，还不如刚刚选一呢。这个也是 SL 的，这个也是 SL 的。白莲从皇宫下方长出，无论是砍伐火烧后，其蔓藤都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自我修复。这他妈也要重开，哎呀妈呀，啊，
不贪了。白莲从皇宫下方长出，无论是砍伐火烧后，其蔓藤都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自我修复。在掉血呀、啊，血灵芝。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啊，决定了，我就进去房。哦，这个是这关的大 boss 是吧？永劫天雷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就无限循环的树立。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吗？加油啊，先生！你可别让妾身等到无脸。别来无恙啊！我操，这三个都想买。又来强化了吗？今天咱顺散场啦，下次再来。素静，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
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不急，反正他是那个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，可以吗？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灵魂才可以继续。太祖，可以吗？我操，这个太祖好像有点好。买不起了怎么办呢？别来无恙啊。不重要了已经，行。又准备好了吗？皇帝老儿就在下面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后的战斗了。这个态度很变态吧？八个通用技能，我有八个通用技能吗？飞剑强化是通用的吧？疾风骤雨是通用的吧？不二打是通用的。百步穿杨左右互搏，狂风之息，这些都是吧？那是真无敌了呀！哦，这个就是龙帝啊。咬了，血盟封印需要一个主要血脉与四个次要血脉来组成，封印十分强大，主要血脉可以持续为封印。您我没想着过关，我都是在体验游戏，要想过关早就过了。